新盘大战一触即发。昨日有两个市区全新项目展开推盘攻势，其中则如冲着 Hoban 推88伙，首批单位折实售价全部低于800万元。至于红磡万桥首张价单近半单位折实售价低于400万元。入场价料创九龙市区新盘两年半新低。恒基地产00012旗下则如冲着 Hoban 作上再首张价单，涉及88伙。恒基物业代理营业二部总经理韩家辉指，首批单位以开心及好意投价推出，定价有3%至4%折让。项目作五已开放示范单位与公众参观，料本周六接受认购登记，最快下周末首轮销售。该盘首张价单涵盖23伙开放式及65个一房户，实用面积229至260方尺，扣除最高6%折扣优惠，折实售价595.86万至799.94万元，折实尺价25309至30946元，折实平均尺价28888元。入场单位为 A 座五楼 A 七室，实用面积230方尺，开放式间隔，折实售价595.86万元，尺价约25907元。韩竹指，首张价单折实市值6.35亿元，定价参考系内同区项目造价及同区新盘，日后加推有提价空间，对项目销情有信心，料可吸引投资者及区内分支家庭。资料显示，附近二手屋苑近期平均尺价由18407至29862元，其中太古城尺价约21662元。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指，该盘有3%至5%加价空间。桂鸿集团的红磡万桥作上再首张50伙价单，该集团董事凌俊伟形容为屯马兴奋价，其中开放式及一房户各占25伙，实用面积186至250方尺，扣除最高折扣18%优惠，折实售价331.8万至528.2万元，折实平均尺价19648元。另指，首张价单总价约2.1亿元，有24个单位折实售价低于400万元。入场单位六楼 F 室，实用面积192方尺，折实售价331.8万元，尺价约17281元。该盘今开放示范单位，并接受认购，最快九月中开售。资料显示，附近二手屋苑环海东岸平均尺价约21667元。项目作开放两个无改动示范户与传媒参观，分别参照18楼 F 室搭建，属开放式间隔，实用面积192方尺。另一个以18楼 A 一房户作蓝本，实用面积232方尺。美联住宅部行政总裁报小明称，入场开价为今年市区最平，由嘉华国际00173发展的码头郭嘉林。昨日于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上再流书，项目位于九龙嘉林边道二号，提供五个洋房式单位，单位实用面积4171至4578方尺，单位包括地下至二楼、天台、上层天台及顶层天台，庭院及天台面积分别231及959方尺。而该盘共提10个住客停车位，大额单位交投活跃。据一手销售资讯网资料，新鸿基地产00016的西南九龙天璽刚售出黄钻璽79楼 C 单位，实用面积1608方尺，连车位售价逾1.3亿元，尺价81300元，料创项目新高。恒基地产00012等发展的马鞍山迎海骏岸。
刚以招标形式售出第 8B 座27楼及28楼复式 B 单位，实用面积2913方尺，平台面积1107方尺，设私人泳池，以6280万元售出，创项目成交价新高。此外，路径地产的元朗锦田北山水营亦以招标形式沽出洋房33号，实用面积2311方尺，属四房两套间隔，连738方尺花园、254方尺天台和97方尺平台及车位，售价4275.35万元，尺价约18500元。